后疫情时代为企业营运带来新的挑战，也让我们看见产业成长的新动能。2021年台湾生技公司营业额超过新台币7000亿，较前一年成长近10%，具强大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相信在很快的未来，台湾医疗生技很有机会成为台湾的另一座护国神山，造福国人。邱国平博士以中央研究院基因体中心及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资深研究员的丰厚资历，于2021年带领一群研发生医技术的团队一同创业，提供各项医疗解决方案。在知名的国际期刊上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已达50篇，可说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之一。今天节目带大家认识这个台湾首屈一指的生医科技团队。我们公司是以开发生物科技以及基因定序分析为基础，这是很不容易做了，但是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所以我想我可以延续这方面的经验呢，来把它尝试在台湾这个市场上，给各位呢生技公司啦或医院啊或者研究中心呢，帮忙他们处理这些序列资料的问题。近期团队研发出猴痘病毒 PCR 检测试剂组，该产品可以检测出猴痘病毒，并协助医生进行诊断，对于猴痘病毒的防治有着指标性的意义。猴痘检测试剂呢，是我想要开发的就是侦测各种微生物的基因的存在的 kit， 使用 PCR 的 kit 里面的一种。猴痘开始在发生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先准备一套试剂组，因为猴痘它的潜伏期差不多1-3个礼拜左右，这之间虽然不会传染，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了这个人有受到感染然后可以预先预防，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凭借其对生物技术的不断研发和创新，在2022年第17届金句奖中荣获金句奖科技创新奖，展现在生物技术研发的卓越成就。这个奖项呢，给我们是一个肯定，那我们比较有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个生物科技呢扩展到我们所接触到的，或者说台湾的各界这样子。我是觉得台湾的生技要好呢，一定大家要合作。就像张忠谋所讲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生态系统就是生物科技的生态，然后大家互相帮忙。我所知道的生物科技呢，能够就应用在社会健康呢，还有知识的传授上。不仅仅只是技术开发，邱国平博士团队更将系统化整理所知所学，提供一系列生物技术服务，包括定序和分析服务、科学论文报告写作、实验技术服务和生物信息培训班等，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好的生物技术解决方案。我也想过了一阵子，我们怎么样能够比较有效率的来解决这个微生物传染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一直想要开发一种 PCR 现在能够比较做大规模的筛检的因为目前呢都是几个 sample 这样，我希望能够说比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能够筛检，譬如说好几十个，甚至于上百个，超过100个的这种样的 sample。当然，如果说有其他生技公司呢，或是研究单位呢，需要我们的配合就是说大家合作做一些可以比较实用性的 kit 呢，这我也是非常乐意去做。未来团队也将继续秉持科技创新，积极拓展国际，加强与国内外伙伴之间的合作。邱国平董事长也期望生物科技能从学生时期就打好基础，未来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并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多贡献。我是很鼓励政府能够说多让这些学生就是说给他们机会来促进我们生技产业的发展。我们需要有这些班底可以这么说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生物科技这方面呢让它蓬勃发展。所以我们小小一个公司，我们其实能够做的很有限这需要就是说整个社会大众大家来一起合作。